等一下。都有有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，那个是什么？它上面有写，地图上有写啊。
往在这边上要上，都是人。有一个马，看，玫瑰都是树，哦，已经秋天了。我要赶快走，去坐飞船。好。这叫哈伯格，这个。这叫哈伯格。哦，对，我可以戴围巾的，对，我也戴围巾来。漂亮。它景更漂亮。玫瑰。哇，是好漂亮。哦。可惜我们不能上去了，哎呀，来不及了。可以啊，慢慢走啊。半个钟头啊。你别走，走一半。我觉得比罗浮宫还漂亮。对啊，我也觉得罗浮宫不好看，都是树，对不对？嗯，看不到东西。这个树好妙哦。嗯。哦，这玄木宫好漂亮。漂亮。嗯，哈。哦，这枫叶好漂亮呢、哦。嗯。嗯。对啊，树剪得方方的，像的围墙一样。嗯。看那个赛。嗯。哦，这边也有，你看，一层一层的风，嗯，层层的风，啊，我们上去了，看我们可以走多久，啊，我们可以走到，上去吧，至少走在别这边最顶上，没有，至少我们可以走到那个喷水池那边。所以是左边右边一定还有风景可以看。看看这边哦。看这个花园。那皇宫，嗯，右边的花园，看它还每一个花园都还有一个入口，入口都是被剪好的，像墙壁一样。
山顶上面看这个，好漂亮。大，看到没有，简直多漂亮。看这边，哦，这边也简直好漂亮，嗯，太漂亮了，哇，气派。还有十分钟，这像一个迷宫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！不行，穿过去。算了，就是他这边有路，我不穿，我就从这边路走就好了。哦，这是晚上的玄梦，墨香精，玄梦，玄梦是墨香精不是？啊？他这个叫玄梦不是吗？是这样的。我记得啊，这叫什么？